很高，完全在完全偷偷离开边。特别哦，你有远远看在哪里呀、啊？你的哦，我知道啊，旁边有三个鱼纹，然后下面背的这一栋大栋那一栋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去，今年还真可以。要问一下，因为我据我所知，如烟，你给我老公看，六个够吗？六个够，你五德够够，谢谢。Who owns the building before? Who owns it? Someone owns it. 但是他们，我记得之前是人，对啊，他们拿不到证照，因为离海边太近了。对，他们就要停下来了。哦，所以是因为执照问题哦，因为他们离海太近，要靠关系才能。像那个人鱼之丘，他们离海很近，可是他们跟政府关系很好，所以他们就拿得到营业执照。所以如果你们当初也有在想这个位置，之前他有说那个地方很好，可是就是没有办法。造出了人出来，所以今天大年初七，然后今天不吃油饭的，然后我就刚好跟他给他双喜，然后今天又个人生日。